名山胜景早已闻名中外，在安徽省的黄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黄山的晨雾和浩瀚的云海犹如仙境，是令人最为陶醉的景色。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是世界八个伟大古迹之一，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摇篮，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非常崇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石林是在云南省，它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旅游胜地。这儿就是三塔寺，在大理的苍山脚下，是个五代的古迹，相隔1000多年了，三座塔仍然鲜艳夺目，毫不逊色。中国的名山大川和中国的武术流派有深厚的渊源。武当山是武当派的发源地，峨眉派起于峨眉山，不用说，少林派当然是出于嵩山的少林寺了。我们的外景队走遍全国的名山大川，并不是为了给大家介绍风景的，而是想把中国的各门各派的武术来个刨根问底儿，一一向大家介绍一下。壮丽的山河孕育出灿烂多姿的艺术花朵，武术也是一门艺术，它就好像晶莹夺目的冰灯艺术一样，那么精巧别致，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所以有人称它做武艺，就是说它是武的艺术。全国各省各县，无论乡村城市、高山或海港，处处都掀起了练武的热潮。国家也大力支持和推广这项运动，有些学校把武术列为体育课的专修科。武术随时随地都可以练，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练，就算是刚刚学走路的娃娃也跟着指手画脚。瞧，提棍儿，上马，嚯，想学孙悟空啊？这个小家伙大概是想学猴拳吧。武术既可以防身健身，有些项目还可以治疗慢性病。武术已经被公认为有科学锻炼价值的民族体育运动，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之一。可是武术这个宝贵遗产，一字何人、何时、何地呢？相信许多武林高手也答不出这个问题来吧。因此我们特地专访了许多武术界的前辈，同时还请他们为我们示范表演。这位表演常见的是国家教练潘清福，也许你很面熟吧，告诉你，他就是电影《少林寺》的武术指导。瞧，他的剑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一套是翻子拳，它的特点是干净利落、快捷硬朗、有劲道。在这无数冰雕砌成的碧玉宝殿前面，正在耍龙形大刀的是百岁老人刘志清。他这把龙形大刀有10几斤重，这位老师傅还挥耍自如，无论是穿挂点劈都恰到好处，真是将越老越辣。老头不认老，可这位90来岁的老婆婆侯树贤也不含糊。他这对双刀已经练了几十年了，难怪他身子骨还这么硬朗。呵，小伙子，以后可千万别小看老头老太太哟。谈到中国武术的历史，那可就长远了。石器时代，原始人用石头木棒打猎，虽然很原始，
他也要讲究功夫的。功夫这两个字早在轩辕皇帝时代已经出现了，直到周朝，诗经礼记上已经有拳勇、讲武、骑射、脚力等字眼。到了东汉，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已经有徒手拳击和兵器的对打。明朝是中国武术最鼎盛的年代，而且出现了各家各派的武术。戚继光著的《技校新书》记载了16家拳法，后来有人把武术流派划分为两大类，称为内家拳、外家拳。一般人认为少林拳是最正统的外家拳，它发源于河南省登封县嵩山的少林寺。少林寺兴建于北魏时代，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千百年来培养出不少的能人名师。素有禅宗初祖之称的达摩也曾在少林寺面壁10年，寺内的达摩殿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建造的。目前少林寺还有13位少林高僧，最年轻的叫素喜禅师，已经60多岁了。这些可不是什么宝塔哦，而是少林和尚的墓地，现在还保存有200多座。能够葬在这儿的都非等闲之辈，不是禅门领袖，就是德高望重、武艺精湛的高僧。别小看这个碑林，这里有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最杰出书法家的笔迹。最难得的是有唐太宗李世民亲笔签下的世民两字。你们看看，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模样啊。少林寺的白衣殿被称为秘籍之门，殿内壁画全部都是少林子弟练功的情景。少林拳法刚扬勇猛，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手眼身，这样的锻炼比较全面。少林拳的特点是结构紧密，招式变化多，实用而灵活，所以许多外国人，特别是日本的武术界人士，都不远千里来到少林寺切磋学武。想不到少林拳无形中变成了促进国际友谊的媒介。这一套是正宗的罗汉拳，又叫18罗汉手。看，这位高僧真像在世罗汉吧。相传这套罗汉拳是达摩禅师面壁10年创造出来的。罗汉拳在武林中有崇高的地位，据说在明代第一次系统整理出来的少林拳法就是根据罗汉拳演变过来的。这套是五祖拳，这个小妹妹叫陈庆，她是五祖拳的正宗传人。这套拳综合了白鹤、猴子、罗汉、达尊、太祖5种拳法。他稳手出击，出拳快、准、狠，虎虎生风。嚯，要是挨他一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刚才看的是短拳，现在这套是长拳。这位表演者叫于少文，他打的这套长拳，也就是扎拳、滑拳、套拳、红拳和少林拳的统称。长拳的特点是姿势流畅，动作灵活，节奏明快，
出拳快而有劲。此外，还要注重翻腾跳跃功夫。这位冠军人马叫王建军，棍属于长兵器，棍术的打法有很多种，但是以少林棍法最为出名。当年十三棍僧救唐太宗，就是用的这套棍法，难怪有棍宗于少林的称号。现在在寺内供奉的那只棍仙叫紧那罗王。棍多数选用上等的白蜡杆子做，你别小看它是木头做的，但是它却可以震断刀剑。这位女将叫郝志华，她已经接连四届夺得全国女子全能冠军。呵，你看她耍的这套单刀，真是滴水不入，出神入化。好，他这样在地上打滚，难道也算是功夫啊？哎，你可千万别小看他滚来滚去，像个滚地葫芦。原来这叫做地躺拳。这位表演者赵长军可以称得上是武林怪杰，最拿手的就是地躺拳，无论是倒地、翻腾、扫腿、挺起，都挥洒自如，浑身是劲儿。要是平常人也这样翻腾，骨头早就散喽。也是高手，他耍的这套九节鞭可真厉害，虎虎生威。九节鞭不像其他兵器，它是属于软兵器，但又软中带硬，可谓刚柔并重。携带方便，围在腰上别人看不见，是古时候练武的人出门远行随身携带最容易收藏的自卫武器。巾帼女将黄慧珍，号称女篮拳王。别看她平时斯斯文文，可是耍起男拳来却劲到足，拳拳到肉，一点也不会含糊。她的男拳不但有劲儿，而且姿态优美，漂亮吧？对了，你要是有这么一个女朋友，那出门就可以不用请保镖了。好家伙，一个打俩！没点本事怎么能连夺六次男拳冠军呢？三人男拳对打，见招解招，连削带打，攻守紧密，天衣无缝，的确好看。看过徒手的男拳对招，再瞧瞧兵器对打，这三位都是武林高手，也是一个对两个。耍三节棍对打，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要身手敏捷，反应快，操作熟练，不能有一点差错。好，
位高手，刚才已经示范过长拳和棍术，现在就来看看他们俩较量。用棍子当然比较占便宜，徒手对长兵器当然就吃亏了。你看，徒手夺棍，所以说，凭直觉或想象，常常会判断错误。武术真可以说是变化无穷，高深莫测。嚯、哦，这个孩子才八九岁大，可是身手不凡嘛。你们看他手上这把单刀，被他耍得闪闪生光，无论是劈、斩、挑、刺、抹，招招利落，劲道十足。好，呀，好，这个孩子是谁呢？告诉你吧，原来他就是八岁时候的武林神童李连杰，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武侠巨星了。这节片段就是当年他跟中国武术团来香港，在星光戏院表演的记录，当年已经轰动了香港的武术界。他的表演引起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李连杰曾经得到过五届全能冠军，得过中国最高体育荣誉奖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连杰自小就喜欢武术，随时随地都不忘记练武。他并不满足于今天的成就，仍然埋头苦练，天天钻研。他的抱负是向全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武术，志气可真不小啊。他平时练功，对每一招每一式都聚精会神，认真做到精气神三合一。李连杰的武术无论在拳术或是在兵器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他不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吸收各门各派武术的长处来丰富自己。他悟性高，理解力强，因此也进步得特别快。李连杰凭真本领进军影坛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少林寺。少林寺这套电影威扬四海，到处都打破了功夫片的票房记录。李连杰现在不当光头和尚了，把头发留了起来，显得更加英俊潇洒。最近他拍了一部少林小子的影片，他就是少林小子。你们看，李连杰和同门师妹王秋燕正在桂林拍外景呢。哎，他们俩在说些什么呢？哎，可惜听不见。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绝不会再谈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吃饭之类的话。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母慈子孝，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生活得十分愉快。今天是李连杰十九岁生日，大家都动手包饺子为他祝贺生日，因为李连杰最喜欢吃饺子了。哟，在桌子上除了饺子之外还有个生日蛋糕吗？这可真是个别开生面的生日会。
现在有些老人家还会说，吃东西一口甜一口咸的是很容易上火的，嘴里会起泡的。嗨，还管他呢，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大家团聚在一起，就是上了火起了泡也算不了什么嘛。这位是李连杰的师傅吴斌，也就是北京队的教练，他向队友讲解示范一丝不苟，他平时和蔼可亲，可是培训队员的时候既严肃又严格，因为严师出高徒嘛。北京武术队名气可不小，曾经先后得过十次全国武术大赛的团体冠军，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样苦练的，就知道成功和荣誉并不是靠运气的。队员自小就开始接受基本功训练，女教练陈慧坤过去也是顶尖人物，郝志华外号郝三刀，她连获四届女子全能冠军，1983年又被评为最高荣誉的优秀运动员。负责训练她的是李俊峰教练，瞧，他正在做一个难度相当高的转体动作。练武最重视下盘稳，也就是马步或弓步稳，每一项动作都要训练到非常纯熟。扑跌摔倒也是一种练习，如果不会挨摔，就很容易扭断筋骨。各种器械锻炼也不能忽视，至于拳术，那就更不会缺少了。相信大家对太极拳是早已熟悉的了，据说它是由明末大将陈玉婷从戚继光那本拳经里抽出了29式，经过研究演变而创造出来的。后来又发展成为杨、孙、吴、陈四大派。由于太极拳有健身治病的功能，所以学的人很多。这位就是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杨振铎，由他示范杨氏太极。你们看，他打起来多么舒展，多么自然。这位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原来她就是孙氏太极的祖师爷孙禄堂的女儿孙建云，师出名门。哦，难怪他老人家的拳法进退自如，既纯熟又有分寸。这位老太太就更厉害了，她就是吴英华，是吴氏太极的传人，今年已经79岁了，但是仍然马步稳，动作潇洒。看样子，她能活到100岁是没问题的。来自太极之乡陈家沟的名师陈小旺，是陈氏太极宗师陈玉婷的第19代孙子。去年荣获全国太极拳冠军的衔头，他最拿手的是祖传的螺旋缠丝功。哎，他们在那儿推来推去的干什么？哦，这叫做太极推手。太极推手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练推手的人却在暗中测探对方的虚实劲力和攻守招式，等待机会。当有机可趁的时候，就以四两拨千斤，借力把对方摔出去，或是趁机发力推倒对方。别眨眼呐，看着，嘿嘿，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对方甩出一丈多远。这位表演推手的叫冯志强，他学过通劈、形意、六合各种拳术，22岁才学陈氏太极，还练过铁砂掌，刚柔内外功夫都行。1978年曾经把一位向他挑战的美国大力士打败，名震一时。陈氏太极的陈小旺现在成了太极拳的国际教练了。很多外国人仰慕太极拳这门武艺，登门拜他为师。这些外国徒弟来自世界各地，要说桃李满天下，那陈小旺可真是当之无愧。哎，你们看他打得像不像啊？嗯，是差那么点儿。不过不要紧，学习太极拳，初学乍练的姿态生硬是必然的。只要肯耐心的学，天天练习一两次，时间久了自然会成功的。这就像学小提琴一样，初学的时候拉得嘎吱嘎吱，像杀鸡子叫一样那么难听。可是能登台表演的，就非一日之功了。你们看，连日本的名流人物也坐包机来学呢，你们说有没有用啊？除了太极拳外，还有太极剑。前面介绍了少林和太极，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峨眉。峨眉山在四川省峨眉城的西面，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最高的万佛顶海拔有3000多米。峨眉山的风景重峦叠翠，雄伟秀丽，所以有峨眉天下秀的声誉。在这么漂亮的环境里练功，心旷神怡，高高在上，别有一番风味。报国寺、清音阁是游客们最为欣赏的地方。少林派的武功刚阳迅猛，而发源于峨眉山的峨眉派武功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不妨请人示范一下。这位表演峨眉派拳术的叫王小芳，他打的这套拳叫等桩拳，是属于南派拳术。等桩拳的特点是以手为主，等准机会突然攻击，所以叫做等桩。他们俩并不是在打架，而是在表演火龙拳的对招。火龙拳的打法比较特别，它有3种基本方法，那就是闪、定、走。走并不是逃走，也不是被动，走是为了攻，是以走为攻，是主动的打法。这位是猴拳大师萧应鹏，外号叫做老猴王。猴拳讲究灵活轻快，外带着俏皮讨笑。这位老猴王今年已经70多岁了，耍起猴拳来仍然灵活轻巧，可真不容易。哎呦，嚯！要是换一个平常的老伯伯，像他这样摔打两下，恐怕连骨头都散喽。好，俗话说姜越老越辣，一点也不错。
真不愧为是老猴王。看完老猴王，再瞧瞧年轻的猴王熊长贵，他在峨眉山上和一群猴子做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用手势表达。他好像对猴子说，老弟，你可别见怪啊，我现在要耍一套猴棍，请多多指教啊。好，嘿嘿。猴王熊长贵的猴棍功夫这么高超，应该感谢猴子给了他灵感。可别小看这套猴棍，也别以为这是滑稽表演，其实这套猴棍最实用了，要真打起来的话，是招招致命的。真的猴子也看得入神了。小猴子走去问他妈妈说，这位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孙悟空啊？白蛇传的故事是早已皆知相闻了，可是白蛇修炼成精的地方大概还很少有人见过吧。峨眉山的白龙洞，这就是白蛇修炼的地方。这位姑娘在白龙洞里表演一套蛇拳，蛇洞配蛇拳，真是情景配合的恰到好处，很有气氛。看这位姑娘的身形、手法和走位，都仿佛和蛇一样，模仿得多么逼真呢、啊。洞里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脚下没有功夫的话是站也站不稳的，神态逼真，姿势优美，再配合着音乐钻爬伸卷，把蛇美化成精，相信这种拳术还很少见呢。这种兵器叫峨眉刺，峨眉刺两头尖如锥，中间有个指环套在中指上，转动起来又如风车声，又闪闪生光，令对方眼花缭乱，然后出其不意猛然一刺。据说七侠五义里的蒋平用的就是这种刺。这种短兵器最适合女性防身之用。古人称剑为百刃之君，古时候的人多喜欢佩戴宝剑以示高雅，所以当时以通晓琴棋书剑为风气。这种是短穗剑，比较轻快敏捷潇洒，最适合女性。
是也有很多女性喜欢耍长剑，这种剑叫长穗双剑，又叫做长穗鸳鸯剑。双兵器比单兵器更难练，再加上两条长穗，那就更难了。要耍的剑到穗到，剑穗还不能缠手，的确不容易。别看剑身非常软，可是杀伤力相当强。双兵器除了鸳鸯剑，还有双鞭。鞭是软中带硬的兵器，比剑更难练。我想初学的可不能用钢鞭来练呢，只能用绳球，不然自己打自己还不遍体鳞伤。可是这位姑娘手上的双鞭运用自如，真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三五个对手想近身半步我看都难哦。别以为女人软手软脚的好欺负，瞧这姐妹三个打起来比男人还凶狠。这套单刀对双枪可真够刺激。五台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北，是由五座山峰合抱而成，每个山顶都很平坦宽阔，就像平台一样，所以叫五台山。这里的景色山明水秀，难怪当年杨家将杨五郎选择在这儿出家当和尚呢。又据说花和尚鲁智深也曾在这儿挂过单。咦，难道是当年的花和尚鲁智深又复活了？哈哈，当然不是了，这位大师不过是在模仿鲁智深的形象，他耍的这套是五台拳。好，这种重兵器叫月牙铲，也就是鲁智深用的武器，原来是一支禅杖，经过鲁智深加工改良变成月牙铲。最出名的招数有童子拜佛、乌龙摆尾、二郎担山等等。枪，古代人称它是百兵之祖，又讲它是兵中之王。枪真的那么厉害吗？不错，明朝戚继光大破倭寇用的是梨花枪，而杨家枪是杨五郎的拿手好戏，是他在五台山避世的时候钻研和苦练出来的。瞧，杨家枪的枪法，直可以刺杀、挑拨、旋裹，横可以扫击，又能当棍用，出如潜龙出水，入如猛虎归山，快如蟒蛇吐信。有人说人如弓，枪如箭，的确够威猛。三节棍是软兵器，可又软中带硬，是兵器中最灵巧的一种。它集中了长短软硬兵器的优点，放开当长兵器使，横扫马脚人腿无往不利，收回当短兵器用，能攻可守，软硬兼施，还能锁住对方的兵器，真是非常灵活。